行，那您做 B 超，你这个膀胱里有液体吗？看来你的膀胱里是固体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憋尿了吗？不是憋尿，没有啊，我去验了晨尿出去了，刚才。你验晨尿是验晨尿的 ，B 超你得重新憋，来憋吧。哎，大姐，不是这么憋，你得注意。我喝多少啊？这个量的话呢，就因人而异了。有的人呢，一瓶就上劲儿了；有的人吧，得喝四五瓶。彩线喝，我就没服过谁，给我整一箱过来。你太有量了，这家。哎呀妈呀，太累。来啊，一箱喝吧。这个啊。哎。这都吹瓶了也不鼓掌，掌声不停我不停啊！别吵别吵，不对呀、啊，哎，我这感觉差点啥？你这样，你去整两个骰盅，要不你陪我划会儿拳，要我一人喝不下去有点。什么手肿啊，我们这是医院不是酒吧，就你这量还彩香喝呢，你慢慢喝吧，我做 B 超去了。咋的呀，还瞧不起人是咋的呀？哎呦，护士有了，出来，护士，哎，有了。哎，你喊什么呀，到这儿来的谁不是有了？不是，我现在有感觉了，给我做 B 超吧。你多少号来着？236啊。那你再憋一会儿吧，刚做了4个，前面还有231个呢。我现在胀的慌啊。胀，你这么着吧，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了，你再去验个晨尿吧啊。我这不能一大早上起来验2次晨尿啊。哎，护士，这什么服务态度，这啥意思，这喝顿水，哎呀我天，这不玩了吧，兄弟出来。姐夫，怎么的了？哎。怎么的了？你开的这什么破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，孕妇体验中心呢？咋能说破呢？霍霍我，一顿喝水，完还不给我做 B 超，这干啥呀？这是？怎么是我霍霍你呢？谁让你来的？你忘了吗？我姐姐的老婆婆就是你亲生的母亲，让你来体验的，这可是。这我妈也不知道咋回事了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不知道向着谁。不是拐不拐？你说我姐怀孕吧，你也不咋照顾她，让你来体验体验了，就是让你对她好。